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姑刘浩明，欢迎收看《福气来》。一今年有一对新的企业形态，叫做沙飞企业。从一般的中小企业无看好地方在，中小企业伊个目标系赚钱，但是沙飞企业伊个目标系满足地方的需求。听下阵屏东人冬天准入伊个沙飞企业，我哋今日邀请到个来宾，都系个沙飞企业一部分。我哋记得邀请的系我哋一位东部农场的王英杨文泰哥来到现场。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东部农场的王英勇，今天也是我们东片宝沙村的执行长。今天是我们小江花材的江富飞来到我们的现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小江花材的江富飞，今天是宝沙村的成员，是发展协会的总干事。我们提供我们的屏东人实在是我们的农业的台湾，其实我们中国贵族的一种农产品，但是我们以前贵族直接说我们的农产品，我们的农民会有区域联合的一种形态，但是我们今天说的是个沙飞企业，因为企业从我们以前的联合形态是不同样的。当初我们想到说我成立一个沙飞企业，其实开始的想法是什么？你们有试过别的方法生意做过吗？让我来答复哈，因为之前哈，我来开始在行业啊，出发点譬如讲，我来三期营养来开辟产业，哦，我来三期农人家越来越多诶，我来营养七家来照顾我来七家农人家，哦，所以我来基于也基础我来一个理念，我来入慢慢来入口，慢慢来入口哈，把呀东边产业哈。有的农场的路线合方来，他家来研究，他家来讨论，哦，所以我们要基本路按来慢慢的方来。我提讲，其实我们东片村伊在做社区营造已经做过久诶，嘛其实过差不多十多年前的时间，东片村的社区营造做一点吼，噶其实间我记得讲，恁沙溪营造嘛可有几多人来，而且其实间嘛几多农人家去照顾啊，噶侬唔停到几种形态安尼继续行下去咯。也嘛喺外讲伊咧啲经验啦吼，十多年前底下做文化馆吼，底下政府有咧推广文化馆啦，哦，但是底下个咧用沙企嘅角度开始来做，哦，那做到一定程度，但是因为有欠错到也产业，哦，变成咧也包袱过太啊，我有啲过太压力吧，哦，变咧冇做上。哦，别人讲我来做，我来三亚，伊又不愿讲我来做，我来七个十年的事情样。哦，所以底下各位科学冇做上，啊，也拜我来播撒村，我来如出家。哦，对农民啊，七个先来做。哦，对于三亚，做归来沙去，变咧另外的逆向思考啊，逆向操作。哦，变咧对三亚开始来做。可能一部分啦，吼，我同观众朋友先说明一下讲，其实我哋在做沙溪养猪时嘅吼，听我哋会先做，譬如讲我哋做沙溪嘅凝聚啦，吼，认识我哋沙溪啦，最慢到一定会有多多一啲问题嚟讲，个沙溪嘅经济奈来，我哋更加如果佢希望讲我哋沙溪有自家嘅产业，但是其实吼，沙溪爱发展自家嘅产业，真是冇简单。头先我哋王太哥，如果含蓄嘅讲嘅地方嚟讲，啊，其实就咁样按嚟做吧，可能而家我讲咁多年事情咯，因为嗰时间我哋常常爱发展沙溪嘅产业嘅时间，可能我把一啲，譬如讲我哋其他嘅沙溪地位，他讲你哋种嘛嘅东西，好，他讲你太部分你哋做嘅东西，先来做产业，但是其实马上如果有啲问题，就讲，佢种嘛先呀咯，咁嘛好，种嘛种年事情咯，有嘅。还有落人口实的一种方法，可是我头头王太哥也讲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讲其实因为这条路还有一点行过，发现没办法行。可是现在有点多转了，我们先发展这个产业，让我讲了，我们这个把产业发展好了以后，我们看看那让我去回馈我们的沙溪，是不是这意思啊？错，因为等下十公年前哦，我们东片村啊，他不如种槟榔啊，哦，等下我们产业没更加多。因为槟榔也经验，因为伊没改好东西，所以我哋慢慢地提
贵州啊，哦，贵州一些农产品出来，尤其啊，也今年替大力推广的，如安尼可可安尼巧克力也嘛经，也今年拿出来，哦，所以讲安尼用亚红色的切入，哦，对于三亚先来做，哦，当然做出一些成绩的，真是有赚到钱。哦，当然安尼一天爱来比贵安尼杀去，因为亚如海安尼爆杀出来一些理念。各种小张，你这个今天买黑也买诶，波萨村的一分子哦。你这个本身在做，你本来在做发财哈，还是有种配的东西？一开始是上班啦，啊，上班十个月以后啊哈，因为爱是乡下太一些年，其实乡下生活步调爱够习惯，所以爱都隔天讲，假如过来种，啊，因为过来拢很强诶。啊，想讲强个一种东西对人咪个好，假如无如即个兴趣啦，爱兴趣系种花，咁啊都对花种花才开始。可是你嗰时只本身一开始系买系我态度是里面是上这条路，好，喺来路上讲路过来路下，本身路本带路冬天种嘢咩？两千，两千嘛，嗰阵嚟啦，也系隔壁村嚟啦，隔壁村嚟啦。可是你嗰时喺路下本来路有槟榔，还是讲即个？即个去煮地来种法咯，还是讲你把你卡槟榔倒回去种法？无啊，你卡本身你有田啊，它也啥你你讲国强诶呀，但是因为年纪也大诶，我想讲，加迄过来天水话，我都同我卡装备参详，干迄本来种诶话，加入一部分用本来种法，我想我提下强诶，当然不会少啊咧。可是，其实人你开始你种法。刚侬海路侬讲，你也要一个农波包包杀出来，侬杀不起呀嘛。其实一年头路嘿，农委会吼也送给水土水土保持局有诶农村再生计划。啊，也几百个吼，如杀起可以抢金币来判农产品的展售，啊，某路判一些给延时的发通。噶因为对也开始啊吼，那有接受杀起的东西。啊呀，因为一个关系啊吼，那有认识过多个农场诶。啊，嗰时候他个人平常其实以前拢自家做自家的啦，吼，虽然拢开得系庄啊吼，但是无嘛有交情啦。啊，判了发通以后，因为嗰点爱发通个时间爱互相爱协调，哦，也发通个样个判啊，爱做嘛个事情。啊，因为人个关系，嗰时候个人都慢慢的有释放起来。啊，因为做我出来做农场的大部分拢是农二代啦。啊，嗰种可能一到十个农二代都对方越来越想讲，啊，干嘛来找一间公司好咧？安尼，啊，因为安尼。农二代嘅种观念够新啦吼。第一讲以前个人种东西可能都单打独斗啊，都有东西都可能如果农夫也去收购一样哈，农夫也去附近啊等来运售。但是其实应该讲农二代吼，嘛讲果农二代嘛吼，其实伊即个会商量去买东西吼，无你讲个人即个会去即个去参加展售会，但是即个去参加同一群人去参加力量系无同样嘅。佮想头都房贷公即下讲，你即是想讲用企业嘅方法开始去做一件事情嘅时节，有冇啲嘅想法，他个人可以接受下？也，因为他个接受度会高，啲咧吼，我个小张讲嘅，如土生土长地下嘛，所以我咧讲，我咧出来卖讲要避开，他个啲咧，如他个佮认同。第二咧，我咧我讲他个出来卖。做企业化的管理，你讲台北靠电视番、港电影，怪辛苦，原本东西啊卖出去的啊，以前台北都送到虹桥去，送到拍卖场去，你卖下来那个大家是几来本的，那有办法同人讲价咯？哦，所以讲也他个有蛮怪太体谅了哈，体谅了哈，所以讲安尼一拍即合，再加上哈。都和政府嘛，各同我哋协助，我哋天然都我哋小张讲嘅样，农村再生啊，天然我哋路线培养，基本嘅人才，哦，先有一个一样，天然我哋办小型的成果展，看到他个安尼展售会唔会长，第三年我哋是加入成立，哦，安尼第二个风险嘛，风险嘅，哦，以前我哋做路他个讲收农啊，根本东西，哦，种一些，哦，卖下来。
还有面膜好卖的，啊，等于迄明年那来的，加一年那来的，啊，五个社会加膜，一年后同人见得的啦。哦，所以讲啊，你用啊的方式，几年多台多名啊的可以来卖东西。好啊，大家如点啊的产品，某个时间有某个东西，啊，你年下如唔会再害，哦，啊，你慢慢的如经营下去，伊的企业方式的管理。噶，从头是讲的是亏损失哈，讲啊的第一年怎样，第一年。皮用某个东西，上面某个东西，但是也中间哦，真是像我们讲的按顺序啊，又遇到某个问题么？当然也嘛会有问题啦哈，因为一开始讲啊回归哈，当然他跟认同度有不同的无相同的看法吧哈，所以我第一摆开始讲伊也讲，人家咧卖吹哈，医生唔怕，医生怕咧哦，阿东农场当然有人讲医生怕，唔会太过哈。啊，因为医生爬来讲话，不讲啊，一般农夫的同来装去卖，啊，去拍卖场，伊那出手机会嘛，差不多某一朵嘛，差不多一上人嘛，啊，来送到红 Q 嘛，差不多 Q 一上嘛，一下同来出医生爬，有的人会讲啊，那你讲是本红 Q 啊，国家，哎，他讲会无法接触，但是俺那毕业讲，人不讲，你人家要做位，唔要挑白点的品质。唔爱行嘅一行品牌，哦，哎呀，品牌当然伊家私一定会比虹桥比拍卖场好几多批，哦，啊，当然大家嘛接触大家嘅意见啦，吼，所以初期我哋讨论下来呢，如果四五拍挑多四五拍啦，吼，四五拍如五拍本三期，四五拍大家亦都可以接触，四五拍大家都可以个接触，啊，五拍如来回归三期，啊，五拍呢我哋本出去卖一条。哦，工读生啊，一的哦，销售的人员啊，存五盘嘞，都不能个嘞，哦，菩萨存个嘞，一起运作，一起减费来行政，来处理一些事情，先暂时安尼，先来行啦，行看看啦啦。可是要四五盘，还他跟你协调之后，发现讲，哎，五盘位等于如啊，等于回馈啊，等于杀去。可是安尼四五盘，他跟你都可以接触。可以接触，哦，所以安尼他个路有接触的啦，啊，大家最后一定安都安尼认同，所以个行多健康安尼都算唔怕啊，买出些东西都大家算唔怕归来安尼。可是对伊的沙企变成伊的沙皮企业，都在伊个转变很样个咯。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就马上过来。翻过来，福起来。上一台节目，我等下房太公同人讲，用对沙企行到沙皮企业。像房太公，我想问侬，其实我哋嗰时间都有，我哋讲农民连线呐、啊，无论我哋咧农民咧一个集团呐，做嘛讲我哋变成一个企业嘛，企业同跟农民连线。可是我讲啊，农民连线系数爬数，如何我也比如讲我哋一百卖出去百件，可能剩爬都拿来做做其他事情，做嘛我很低工去成立一个企业嘛。也我同大家来报告吼，第一个，我哋喺收农，我哋种嘅东西唔要太面积。哦，唔讲嘅，我讲合方来，路边咧行合作所，嘿，合作所，对，边咧合作啥？合作所，我哋以合年嘅东西，我哋以串节目，我只要懂一东西，推广出去，哈、哦，有创意多钱要，也路一啲联合嘅一啲方式，但是三 V 企业都冇相同嘅。像我们东片菩萨村，其他做个三 V 企业，如果我们做没那个卖，也卖出去，还有五趴回归沙企哦，包含我们要的生意嘛，还沙企的资格，哦，包含我们哦，也弄一个关怀祭典，哦，我们嘛爱参与，哦，甚至我们平常我们菩萨村要的农场，还会以领养我们装潢我们沙企的过多绿美化环境的一个领养，哦，等于讲。沙飞企业伊咩单纯的那讲金钱的回馈，伊做个层面过大，好嘛？唔要像一般的哦，合作所哦，连拍方来，他家来卖哦，他家来赚单钱哦，唔咩？哦，伊除了赚钱以外，伊嘛要来做回馈，要来照顾个对象很满意，要来发展安尼方来。各种伢企业，真是都唔要讲个，人家他家伊连拍方来赚钱。从来的钱，他给你的本，就是说，一般人讲啊，人中小企业其实以盈利为目的的一种中小企业的话，那人的盈利最起码结果都本股东来分啊。好，但是你的消费企业其实没呢，
那这个飞也嘛做志工，都像那多个小将讲的。我说奇怪，这个讲，这个还种拔菜哈，按感染是让外人的三病情以后，结果你这个又做嘛呀？又一边要上课了哈，又会考你，那就奇怪。看到你是有也有几职吗？也有钱不做的事情啊？看后来是没了，没。跟你们咯，你们讲，譬如讲，人家感染下三病情，身体还会多呢？系啊，要变公务员啦。但是爱加加药个啊，加药药个好处就会讲，譬如讲，一啲农场的伊去做个石头啊，吼，伊各种又会做生产，又会做网络销售，其实个面面杂杂啊，些过多。但是你去联合披露的时间吼，伊咪咪的人的转场冇重要，啊又加上吼各种运作个过好的时间。中海地北可能有中闽地北有美术背景呢，可以来同处理美术的方面的事情。啊，有策展的人呢，可以同规划以后拍拍同样拍。啊，有网络销售的人才，啊，一条后生的有可能以后学习的时间啦吼，伊的成长背景一路各少钢铁呢。啊，甲阵迄某一间公司的运作安尼去做的话吼，其实。那从庄的方，唔系真正做农的后生的留下来吼，其实很有困难的。我说安尼，因为讲，做一点公司吼，除了可以即个即个东西去卖的时间吼，可以加骗人的力量，加骗人农场的客户，可以从他个人的东西赚起来以外吼，另外一点就是讲，有诶后生的学有专长的安尼，后面可以提。是帮你了，帮你了，你可以同一间公司做个台啊，啊也可以对沙企的回馈啊做啊个手续吧。可是我哋咧小张讲，我哋归从样事情嚟讲，我哋以前吼，我哋咧西农吼，以前家啲开始卖下农产品的时间，唔单止讲像我哋王太哥讲嘅，其实有季节的一个问题，比如讲我哋一季卖的可能我哋如果冇乜东西好卖，咁对于我哋消费者来讲，因为差不多我有一年，我有半年冇同接触，也其实喺我哋咧企业地位过唔上啊发生的事情，我哋希望我哋咧消费者同我哋明年都同我哋有接触，伊哋一年四季都可以对我哋买东西。天天都讲我哋咧小农在做事情的时候，其实如果变成讲，如果我哋咧忙碌好卖，我要爱写广告词，我要爱翕相，我要爱负责我哋接单，又要负责几东西，其实。花几多时间在唔咩在种东西上面，变成话我哋冇按多时间去照顾我哋自家嘅产品，变成我哋几多时间可能有自家铺面、自家家冇自家生意，咁就可以天数把人追红，黑魔法可能全部要自家做。但是头头小张讲嘅，啲贵重要东西都讲，变成唔等嘅产品喺我哋要起一地步一部分，一啲产品嘅部分。但是呢，你的每个人可以发挥自家的部分。你讲，譬如讲，可能小张以前上过班，也要文书处理过好，佮要去做各种外面的协调工作，你伊来处理。啊，王太哥伊可能对人头归属，啊，就他讲伊都来负责些东西。但是你的共同去负责的，也要公司，像公司有总经理啦，有嘛个行销组啦，什么之类的哈。但是我哋的产品，拢系公司的产品，系咩样的意思啊？也嘛，迄安尼意思啦，吼。嗯。都像米如讲安尼，一步一步来，吼。因为我刚刚那讲到产品的嘛，哦，产品也系提给提的短期的目标嘛，哦，啊，你办安尼，我系提天期总期的目标，还长期的目标。如果我种田的人没那卖产品，安尼可能还会本人来体验，一部农村生活，哦。啊，本人来亲自行啊，所以讲啊，后面人才一步一步来培养，来培养啊，安尼安尼，那变成一个真是讲企业化的管理。对呀，像人的那个 mark 从上面的波萨村，差不多怎么的波萨村呢？因为人东边就有出波萨的咯。波萨村哦，没得卖波萨啊，因为波萨村呢，在屏东县内部用东边村，在屏东。科技大学前面那些村落啊，人家后山后水啊，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啊，各有伊个品质啊，大家可以先来试试。俺们要红龙果啊，俺们红龙果啊，啊，来简单介绍俺们更加好。波萨村呢，与天气的整合风雷，各代表新的一个作物哈。来用黄丽红种植嘿哦。也六个菩萨哦，以及爱大下有的花托哦，爱logo 伊的花托来介绍。
黄宝石哈，哎，黄宝石是代表嘛个呀？黄鲤啊，如代表黄鲤。黄鲤，嘿嘿嘿嘿。那咧黄鲤，今个用安尼骷髅头凤梨银哈，已经加有十个家的面积。在市场诶哈，有几好诶一个市场的客户啊，明年的订单嘛几多啊，按安尼嘛地震哈好了，伊嘛愿意了，比贵多少几了啊，也用安尼黄鲤黄宝石，哎，啊。啊，绿色的哦，绿色的迄个呢，绿宝石啊，绿宝石用个呢，诺丽啊，它是有机在做诶，嗯，啊，啊，伊用个大概都提供样诺丽果以蕴藏归好一的元素啊，例如说以呀维他命啊，也着氨基酸啊，啊血清素啊，啊也着对个人体归好的元素的一的组成啊，啊直播上呢，如个呢上色。要经营经营下来吼，要的口味啦、风评吼，他才可以肯定。可是董片子有专门去种个养蚕的吼。有也嘛系有机的来在做诶。嗯。哦啊，黑宝石呢都爱本人哦，东部农产蔬菜呢也选过哦，也莲雾哦，啊更加品种以黑金刚哦阿拔种哦，另外入泰国的炮弹也三种品牌。品系来大雅品牌，哦、嗯，啊，接下去呢，个呢红波沙屯呀，其他个像个呢呀，小江屯大概介绍，还有个呢粉红色屯棕色，哦、棕色就是个可可，哦，因为个呢总共有一海可可的先驱啦，会做路做诶，啊，伊呢都慢慢的都有发生这个品牌，啊，呢更加也有成立可可合作社。但是初期一年前成立之前哈，也省盐咩嘿，那能菩萨村的省盐。啊，红色的话哈，就是火龙果，火龙果有三面农场的啦，哦，算底背成盐，底背剃多年的啦哈。啊，一年呢水果喺台北的拍卖市场，其实呢拍卖成绩拢几好，三不时拢喺第一名。啊，今年其中有的省盐啦哈。日本农会也派伊做个神农奖的个候选人的角逐啦，啊，啊，都也着东西啊咧。可是佮摆下等做个方案，拢也等咧破两个，系咪？你喺外地啊，别个人咧菩萨村地买，应该讲买个破两个啦，吼，唔单止讲喺万年种个破两个，但是至少喺对外等咧菩萨村出来破两个。佮你头先讲，其实外地一见人，我有得问题咧，讲买个破两个。买个崩盘，其实等等啊，在市场的话，看到讲，其实要让我讲啊，一路量的市场的呀，变成讲好的还是价钱还是贵好啊，好冇？但是一般那个我们从来比以前的过少，但是好的还是价钱还是贵好啊。你像头东啊，你小张讲的用，像人家佛龙果，像人像人家佛龙果，人同事在省散的时间，你有买个想法冇？叫轻啊，对啊，呢佛龙果省散的人来讲的话，你有买个想法，比的呢？海拔加钱其实是维持的稳定。其实菩萨村成立吼，如果安尼爱行出安尼这家品牌，我唔讲诶吼，市场诶骨本盘，因为台湾做生意端咧，好起诶塔卡路一窝蜂啊，塔卡路食嘛，按食咩塔卡路滞销诶啊，滞销路本迄个呀，哦，所以讲安尼，我本安尼农民伊在农村咧伊在新的风貌，如果讲，安尼慢慢的打出安尼自家风貌，安自家品牌，哦，像个今生的火龙果，安尼菩萨村更加啥物，哦，农村的火龙果，哦，更加在台湾，哦，是够有品牌，像安尼火龙果以前冬天那有火龙果好生咯，也火龙果很热甜的产品咯，但是我做嘛个冬天开始，如果安尼有阿霞。哦，也研发出来按不台会灯罩，所以安尼更加那我有哦，火龙果可以吃，所以安尼阿霞果子园如何安尼更加大家俗称的呀，火龙果的酵母嘛，要么等安尼爆炸出啊。可是你用一种其他方法，比如讲火龙果的一种神散，开始有点转变的啦。哎，错，唔只是安尼爆炸过响亮，看安尼 logo 大下还有点发痛，看要到要发陆地，要发哦，咩台湾旅游哦。哦，要听下来菩萨村那油哦，哦，市场的来讲，也更加面积唔会多，也同埋也入研发，哦，入研发哦，也听下来小江发展，所以讲用一点花托来衬托下来菩萨，哦，所以形成下来一点 logo， 下来一点目标，还办下来希望大雅品牌，把菩萨村唔免那赚钱，唔免那盈利，
哦，啊，我们嘛会做公益，嘛会做回馈，哦，慢慢把呀社会企业理念来推广出来。古早其实咧，咖啡企业唔单止喺做推广，其实最重要嘛系研发。各位观众休息一下哦，我来生来嘅播两播哦。翻过来，扶起来，头先几盘火龙果实在当好食的。啊，像我讲王太哥，头先你这个工业要跟 Mark 里边有一个花托，跟什么呀？一部分哈，啊，特别来介绍俺的小江发财，俺的波沙村底部唯一的发财演艺的农场，哦，也以来介绍以对萝卜几个研发出来更加更好的成果。你很用的一种法咯？更加大概你看到个喷法哈，如萝卜叶白给如。天心兰，哈、哦、啊，佮地洞个佮哈，如凤江花，凤江花喺台湾国小间啊，因为伊个山体啊，哈、哦，大部分拢系品种高雄一带个，啊，更加亚种色啦，哈、哦，其实台湾抢来系种个，因为当初爱比多种法，我想讲，佮发财其实啊，佮多种嘛，佮爱如托热带个发财。啊，因为伊喺国外的网站吼、哦，有签到两三种的新的品种，啊，来去海外都透过贸易商吼、哦，同新的品种引进台湾来种，或者其他看得多一种来种食的咧。我一开始觉得伊喺叫强，也袂叫强化呢，可是伊喺另外一种无强样的品系，系咪？系无强样的品系，系因为强化其实够多种啦，强化喺。全世界热带的国家应该有60种以上，啊，再加上园艺品种啊，像安尼拢是研究人员研究出来园艺品种，加起都1-2百种诶。但是安尼风声是怪稀稀的吼，今仔日个工人的时间其实都看得到你诶，都可以用到安尼发财。嘿，错，嘿。可是你本身都是做发财的生意，即个种吧，然后都买人来发财。今仔发财，台湾的发财生意好冇？台湾的发财算伊个需求改问题啦，因为伊台湾主要用法的环境就是婚丧喜庆，也个还有咧气候也好，就是前几年的时间，2年一拜，两年一拜，啊，个个庙会节庆哈，其实伊个用法量也个太，我说个马祖山诶前两三年，哦，有绕境的时间，哦，咪得。神坛啊，伊拢神明啊，拢爱鲜花，因为台湾人喜欢用鲜花。我说安尼花吼，迄亚吞时间吼，需求量特别大。啊，又加上冬天的关系，产量过少。佮种下的问题就讲，佮种下迄个，只是有点小农，我嘛无多无办法做到太过太个农场嘛子。佮下嘛过上认同，来冬天的播撒出的一种企业观，一种观念。啊，可能富甲别连沙村，安尼可以感应无？目前哈，安尼对象哈，以安尼龙片形状哈，安尼富集体啊，啊，无如天野如讲，野土地野农场体安尼龙片村呢，啊，第三面如讲，伊个有认同安尼呀，啊，有机耕作或者是友善啊。友善农作、友善耕地的一个理念的，啊，也蛮应该来为认同的，哦，对应来第三、第四都对应来环保、对应来生态，哦，有认同的，也等于来反映他个来感应，哦，啊，但是呢，人家我们有设定2年的闭守期，因为开始行，会赚钱唔赚钱，我们唔知，哦，啊，我们摸一下行的。啊，假我讲他个无赚钱，还是要跟公司含下伊个多迄个，安尼我无办法对伊个农民来交代，所以安尼要听2年，因为2年本安尼来运作，我讲试验的成功，还是帮安尼个开放，本他个哦共同来学习，共同来参与啊。其实从你要讲个闭锁期，从安尼其实几多个平台，其实本身也要一开始想嘛规划，我讲嘛开始广邀他个人来参加。但是后来发现唔错啊，佮种当初想个时阵，专门还要做个无穷样个时节，其实就啊，他肯定要加个计算的规划。但是伊比之前个农民其实已经本身都唔会讲体质都改好个吼。可是人即个我想讲，有两样个人他肯定思想看看啊，
吼，搿种好的话，他一般他个人都用安尼方法来跟我讲了。其实俺也想讲，还真是一个有良心的一种想法跟做法。那对俺提的消费者来讲的话，比如讲俺能讲俺的那冬天的波沙村，俺除了卖东西以外，俺能可以得个聊吗？俺那个嘛，欢迎他过来聊啦吼，像。安尼，哈阵个嘛有人来参观嘛吼，嘛过多个三期来同安尼预定时间，啊，安尼嘛可以欢迎他噶，啊，安尼嘛可以愿意同安尼理念来分享出去，啊，但是安尼目前安尼还是用预约方式，啊，用预约方式，啊，安尼为了做导览，为了做接待，为了做啊简报，啊，有需要话安尼可以提供多项的服务。总统说你有说我们的农民啊可能还有一百位做什么农事体验 DIY 的东西，像我们本身消费者一种体验的活动东西有什么的东西啊？对，我们各农村如果研发一下体验，因为每个农村有每个农村的特色，我们不会像一般的单一的产品，小江发财有小江发财的也 DIY，王里有做王里的 DIY， 哦，各种我哋会研究哦，各多的一些方式，本他家来了，过好了，啊，又可以哦带过好东西归伊。噶，我哋提供我哋平常过去过多地方啊，其实最重要系个导览人员，哦，但小张老问，你的这边有导览人员的一种培训？那按移民我哋更加，其实农村也系个沙企的成员。我说我们现在都是筹组就会说我们有成立的志工队，我们志工队其中一个工作啊就是明年度啊可能可以来培训几个种子成员啊，以后啊同罗伯银行带来沙企消费啊，一方面陪沙企的给到妈妈教师的给到装批啊有一个赚外快机会啊，另外一个就是可以介绍沙企的文化，啊，也可以结合农村特色，哦，嘛个季节生产的时间吼，你可以办体验活动啊，欢迎大家都来看看咯。其实讲到一片了吼，我都马上都想到讲，其实也拢个人沙企扬州地方，伊对过重要都讲个人把银行带来沙企地方，个人社区妈妈煮风味餐啦，做导览人员啦。但是呢，我们从农沙企会读到一点问题，就讲其实沙企的特色无安怎。你带了以后，譬如讲，你带伊咧来试下风味餐以后，唔得带伊来了。但是好多人在安尼坦然地讲了以后，我咧发现到，其实咧，你另的各个农场有提的有某样个产品，天然有某样个特色，就变成讲，一到特色就变成唔单只能沙琪的特色的。因为我哋以前常常讲沙琪，我有某个特色，譬如我哋人家希望我哋伊，我哋咧沙琪来了，有时候我哋沙琪可能录一个禁制品，百年的禁制品，捞一下。有某事情嘞，我都有一点水准嘞，好、哦，百年的水准嘞，但是又乌乌糟糟。那上年去看，真是黑的鬼胎问题。但是你人家唔单止有本身啊，你讲体里行的，好、哦、是体里行的沙企的特色，你这个本身的产业嘛，变成一种特色，就变成讲，啊，你人家可能唔单止去捞下新事情，捞下八公。哎，我的马上，人家我的努力可能在身上嘞，我的热气可努力，我弄我的那个小张发财，马个发亏是得大嘞。啊，都来打，都来看，都变成讲，我哋可能一日下注两点钟、三点钟的一日离行嘅行程，唔单止要本地沙企本身，啊，能够物质上面的特色会有限住，比他都来，啊，一边我哋以前从中看到沙企都变成讲冇特色，如果变即个去做特色，可能我哋看到嗰度会启发嗰种农社区的彩绘，好、啊，我出现喺沙企地方，你咪。一直是请不到 T 色，但是一天要做出一个 T 色的时间啊，就我做一件事情。但是你刚刚不是，你看本身的商业都会 T 色。那穷的，你比如说导览人员的启蒙工的人，可以动下的呢，沙企地方去请人去训练。好、哦，刚才想问一下，刚才几名业真的是能动片存的？你提的钱大概是哪样？我讲雷东爱菩萨村啊，雷东爱沙企嘛可以，雷东爱。接待东西嘛可以哈，啊，我哋更加有影阿土讲的哈，我哋迄对产业要做几类沙企，以前是对沙企，土唔讲个沙企运作，但是底下个包袱太太冇做成功。更加我哋对产业做几类业，哦也加个，啊，这是一年的时间，我哋如做成功的哈，更加慢慢的接几类，
啊，接过来杀起的。所以讲，提双张的啦，我们又有一个共享农场开幕。一共享农场，共享农场如何来杀起营造一个基地？哦，啊，要屯产业，屯也杀起结合。哦，例如讲，我们在农场的，我们也营造基地里面，我们有关怀基地的菜谱啊。我们关怀基地每礼拜二四日出，我们这家农场都可以提供的啊。哦，啊，我们环境会有污染的，我们要推广某个哦来改善。哦，例如说，庄民工啊到农田会用长效性的药的，我们没用，我们透过药的，我们引进了草皮来营造。哦，所以讲我们对鸡啊对山鸭会行规来杀鸡，我来结合杀鸡。我也杀鸡同山鸭结合放了一夜。也那些个冬片剥沙村替代剥沙，哦，没那紧张个看到一点农产品的剥沙，哦，因为我讲一讲嘛，人才啊，那恁人才从个外流，地边无人空空，哦，没那农村哦，俺们国家嘛穷样，俺们有嘛个东西可以留下来，哦，所以讲也剥沙村也一个长期的目标，落来沙起剥沙来结合，结合起个呢有嘛个好处呢？哦，来给人才可以留下来，哎，根本伊唔会种田的人，伊可以来卖东西啊；伊唔会卖东西的人，伊可以来做网络啊。哦，啊，唔会网络的人，哎，来培养做导览人员，来介绍俺的啊，的特色啊，甚至俺研发风味菜啊。当然，俺的沙溪哦，各都可以看料的地方啊，可以坐料的地方。沙溪俺的黑的客家粥。哦，我们个有我们的历史，有我们的文化，有我们的人文。啊，我们农场哦，有几多米的某相同的特色啊，甚至我们对我们各农村嘛，还有的学习的地方。啊，像也鼓励两位来注入，也多少地方来也，也还有的暖流哦，嘛可以欢迎学习，慢慢欢迎大家哈，来我们东片波涛村来做了，来东片村来做一下。好，谢谢。其实东片波沙村已经是行这个路，传承这个位一种目标同理想，也真是无简单。那么希望讲，以后吧，嘛可以改变来等其他台湾其他沙区。那今日个感谢两位来到我的现场，同我们分享一段精彩的故事。感谢主持人，感谢大家，欢迎大家来到东片波沙村，来东片村做一下做下面，谢谢。休息一下哦，大家同我们请到了运动运动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好好运动的时间呢。我自我介绍，我是来自于屏东县长治乡的戚继导演屏东分会，我是王振雄，我要评的是陈先生，我要评的是刘先生。大家好，我今天要所介绍的呢是四艘旋转，四艘旋转呢是刺激我的呢。塑胶的 muscle 神经，啊，我们的脚趾同我们的手指呢，骨当然会麻，会酸软痛。啊，四艘旋转是训练我们压缩的滚仓，帮我们的滚仓呢，可以血气循环过好，帮我们的塑胶比较轻松一些。今天我们来做示范。首先呢，我们呢来开动呢两只手。出击我们的切头，我们的开刀的时间呢，我们的脚趾嘛，同样会比搭体内哦，搭体内我们的所转的时间呢，我们用我们师傅的重量，师傅的重量来记得，我们转的时间呢，转右偏，转到左偏，但对左偏呢，点对我们的左，我们的右观众朋友右手，再对我们的左手点下来。定的时间呢，我得注意。我的呢肩头有变数么？我的呢竖棍有打出么？我的呢竖棍还没打出，我的呢力量诶会变诶唔对诶力量。所以我的呢第个定的时间呢，一方面来促进我的呢腕关节，一方面呢我的呢膝头诶骨膜呢，帮我的呢膝头诶软组织可以增生。所以我的按来训练，系按来运用。所以讲，我哋喺体处下系做压嘅动作，我哋顺按嚟撞撞嚟过后呢，要记得咯，我哋要变多阵嚟分方向来撞，分方向点嘅时间呢，也系我哋嘅竖棍所点嘅
一圈一圈天天地转，转下来不爱人出击，爱人的脚的脚趾的循环更好一些。所以第一点的当中呢，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肩头有变什么，我们的舒筋有变什么，也是我们所长啊。各位观众朋友注意，我所示范不好讲的呢，注意的事项是哪，我们按你坐下去的时间，有人说按你坐脚趾骨痛不怕。第一，我们的舒筋按要变什么，一般人做会按呢，我注意看我的舒筋哦，我的舒筋是按的香，我的舒没按的哦，我的舒筋是按的香，我的舒筋没，它有出力的，我的舒筋出力会造成我的肌肉、我的组织、关节会磨损，所以我的讲啊，我的舒筋很用的，不用松按呢，我的牙的舒节向前面。也那还表爽，啊！我的按的点，第一点的当中呢，还记得我的按的点的是舒筋不会屈曲，舒筋屈曲是我的那舒筋有出力，我的那关节强出力，我的那关节强出力呢，会造成我的那舒筋和肌肉关节的磨损。所以我的做的时间呢，一方面我的那舒筋爱打出，一方面我的那舒节呢也爱表爽。第一，我的在转的时间，我的注意那太关节，注意我的那舒节方的关节，同我的肩头方的关节，我的肩头方的关节有表爽吗？我的肩头表爽，我的那骨芒也一块太骨头，几位撑好起来，撑好起来呢，要注意讲啊，我以后不爱按摩到我的呢人工的骨芒，骨芒。不过当然会酸软痛，所以我们做的方式呢，是一种的帮我们的脉手神经和我们的数字和脚趾的训练语言循环会更好一些。利用这样的做的当中呢，是按摩到我们的管仓，帮我们的管方呢会更下来，我们的心腹也会也会停顿一下，也个也是我所示范的开刀的耶。再过来我示范是骨刀的耶。这骨刀的呢，按来骨刀，有人讲我按来骨，我都大风敲我按样来骨，书往过前一些，按我的眼神的脚的书哈的。我的两只脚好，底背抬腿底背，第一转的时间，我能轻扬安来转。注意哦，我的舒筋是打出的，我没打曲的。啊，打曲的我的舒筋是无法突变松，要注意的地方哈。我能轻扬安来点，点的时间要注意我的那脚趾有一级一级去软到了嘛，一级一级去变松嘛，跟我的那脚盘。比较爽，所以第二点的当中呢，我要注意，刚才说刚才要注意我的头吸气吞电脑，我吸气的时间我等顺顺的，我头到哪我都到哪，吐气的时间呢我都轻摇，我因为顺顺的一头吸，所以我等头吸不我等顺，我等人心情都会更爽朗。所以第一当中做的时间呢，所以要注意的特点，我们有做，我们要反方向再做多少呢？反方向呢是一种，我们有顺冇逆，人底下做些有顺方向冇逆方向哈。所以我们做当中呢，注意，按所注意的所在呢，都我们的关节强来表述。关节强不用松呢，都讲唔会磨损，讲唔会嘅，所以我哋要注意所采系呀嘅。第一点，我所示范也系骨刀嘅嘢。再过来讲，我骨唔下啊，样嚟咯，我骨下去，骨唔下，有人讲我骨下去都会打风球，啊，做一个唔是骨下去做嘅动作，莫骨下去做时，我是会扭过来，扭过来在做时间呢，我强用，强用用我肌肉。主要我的鸭肚，我的脚趾，我的树枝，
在顶高嘞，俺的树枝上有一根一根，俺脚趾有一点一点根毛。在顶嘞当中，所以讲俺等有表松的个顶叶个通着。所以在顶嘞当中嘞，俺等也是俺等嘞脚毛花土表平，所以表毛花土表平，俺都脚长尿红起来，脚长尿红嘞，还不俺等嘞。有位观众朋友呢，伊个眼神魔法吐骨下去所做诶，也系一个方式。所以伫做当中呢，我哋要注意我哋呢关节腔有表松嘛，我哋呢眼神有肌肉有一节有好好啊，一节一节表嘛哈，也系一种诶个方式做。再过来呢，我们做呢通常呢有马个好贵山我的呢呢，第一，我的无长体的限制，啊，我的也无讲爱情盘来做，我的你路看，啊，水木金钱也可以做，水木香的也可以做，因为我的说有人要水木金钱困难乐高，困难乐困难水木，困难水木呢，我的用来嘅。我哋比如来做阿呢圆通呢，把阿头气、土气、顺嚟个向，我哋呢滚火热落下来嘅无安胎，我哋都一高到天光。也系手做嘅，我哋呢四烧旋转，出击我哋呢脚趾，推我哋呢树枝，比如循环个好。也个哈同种，所以伫做个同种呢，我哋要注意哦，注意那一点。我个脚关牛咯，做马个关牛，关牛的时间呢，我哋可以开刀，开刀做做个时间，我哋强用哦。我个手关牙强用，关顺牙安样办啥？我哋变多上来哈，变多上来做安尼，也系一种个方式咯。变多上来系我哋系。变爱的那循环，不以反方向来走好了，因为爱的那书包装长久的也会过顺呀，所以爱的呢也系做的同种，爱的那书包装也可以变多上来做一个书包装啊，啊爱的可以多做去反合爱的那肌肉的软土，希望爱的铁软呢嘛做唔下，所以讲我记哈，所以爱的。当中爱好好话来圆通训练我们的肌肉，压缩我们的关腔，我们要注意也一点的蔬菜。观众朋友，时间又多的哦，我初多说介绍呢四烧旋转，希望观众朋友好好话来做。四烧旋转呢，是训练我们的四肢、脚趾的循、末梢的神经循环更好一些。希望观众朋友呢，好好啊来做，下一次拿来聊。